应该叫下一个叫我今天要干嘛吗？就是看我这个妆吧，我没有很熟悉。就是最近我在微博上有发出几张模仿最近很火的表情包 Menhera 酱的表情包，对。然后就有人建议说，我要不就把剩下的图也模仿一遍。那今天我就是来模仿。誰だって可愛く変わりたいんだ知らない顔しても意識し合ってる背伸びしたメイク時々だけど気づいてくれなきゃダメなんだから发现打一下用。